师父，是火，要不先别交出去吧。荒唐，我们十年西行不就是为了这刻吗？可是好了好了，大师兄又在疑神疑鬼了，不交出去难道再送回彼岸吗？救孙悟空。你是永恒之火？是的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一定不能将我交出去。为什么？天界早被暗魂渗透，西行取火就是天界的阴谋，他们想夺取我的力量，主宰一切。西行取火是阴谋吗？暗魂已经离我越来越近了，要来不及。等等，只有你能办到，孙悟空。是暗魂，不行，我得把火抢回来，要赶紧冲过去才行。孙悟空擅闯天宫，速速降下来，使我一棒。不要停身，速速解下武器，休得乱闯。哼，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？来也！释放技能后等待时机，无我花瓣出现时点击普攻，门花瓣出现了就是现在。无我连招伤害极高，你可以多多尝试。之火还回来。悟空，你唐三藏，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师父，天界已经被暗魂控制，可惜他们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大胆猴妖，拿下他！擒下孙悟空！闪开闪开！休得猖狂！强敌皆心怀嗔念，免疫受击应之。攻击敌人可削减其嗔，无我可断嗔，对敌人造成应之。无我断嗔后，短时间内无法再次断嗔。孙悟空，接受制裁吧。哼，好一只天界忠犬，来让我打个痛快。悟空，别打了，不然就无法回头了。师父，现在别无选择，我们一起冲出天界吧。起！孙大圣来也！是俺老孙一棒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三藏，你们难道想将永恒之火据为己有？还是虎关，有种就冲我来！大师，你听我说。三藏，紧箍咒你忘了吗？师父，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天界的阴谋。悟空，你还是执迷不悟吗？立刻制止他。我可以念咒，但希望大师能网开一面，放过悟空。切、啊！我一棒！再见了，三爷。悟空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师父，相信我，我们先一起冲出去。悟空，原谅我。
师父。爷，虽然这样打败你并不光彩，但职责就是职责。三眼神将，七放过悟空吧。永别了。不，悟空因守护永恒之火得罪天神，受到裁决，他的魂躯被封印在无垠的深海之下。骤然发生的一切令如来察觉到蹊跷，究明真相后，如来从天地手中夺回永恒之火，将它交与一位至交友人嘱托照看，微弱的火苗有了容身之处，而悟空的不屈斗志也将被传承下去，等待着谱写新的传说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吧。啊，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哼，还没结束呢，我将来要去把大圣救出来。你呀，还是先把无我练会吧，可别被瘦哥哥比下去太多了。我这就去练习，我一定会变厉害的。这小狼妖真是干劲十足。嘿哈，嘿嘿哈，哈呀，嘿嘿，不能松懈，再来一次。无我连招已经练熟，但还不够，再来，开始训练。先使出起水招式，花瓣出现了，技能释放成功了，继续连击。太焦躁了，不能这样，就差一点点，我应该再持续。啊！你们是谁？将军，这有一名天宇山的小喽啰，速速收拾了，莫让他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是。啊！吓到你们了，滚去山上，少在这里丢我的脸。你要去天宇山做什么？放我过去。赶着去给龙人陪葬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。你绝不认输。大家都在这里，太好了，我这就来帮忙。天君已经冲进天宇山了，白狼，你先去支援山上的族人。哟呵，这里还有几条漏网之鱼。天君失重，可我们也有帮助。好了，我们拖住天兵，白狼，你去把平台机关打开，让他们尝尝火龙烈焰的厉害。好，交给我。
该死的龙人，耍的什么花样？没法冲出去，这火焰有禁制。这就是龙王爷爷所说的，龙神万象都畏惧的玄火吗？果然厉害。剩下的交给我们，没问题，我去上面看看。哼，一群蝼蚁，滚下去吧！来，来，你先去帮其他人，这个天神交给我。哪来的蝼蚁？竟敢阻挠本星君夺下永恒之火！什么永恒之火？我没听过。那我一定要阻止你！小娃娃说话颠三倒四，既然没听说过，又来搅什么局？狼魂爆发！为什么要将他带进来？他已经受伤了，我没办法不救。我们有很多办法救他，但你唯独不该这样做。小雨啊，白狼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如何？身上的伤还疼吗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一会儿你便知道了。到了。来到我的异世世界，这里真美啊，就像故事书里说到的仙境一样。寿大人，我感觉哟，龙宫余孽，想往哪儿逃啊？败了，这次交给我。